这里曾是我们的故乡，也是全人类最后的希望。或许我们改变不了最后的结局，但我们依旧拥有信念，拥有重新开拓新领域的勇气。或许我们再也不会回来，但也不会磨灭我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明。再见了，长眠于此的亲人。再见了。所谓的憧憬不一定